怎么了，轩轩？啊，又哭了？跟男朋友分手了？嗨，没事儿。我告诉你，这天下的帅小伙多的是，等改天哥给你找一个仅次于我的，怎么样？啊？不是。谁呀？这是？谁呀？这公司还有敢欺负你的？不知道你是我的人呢？啊？是我自己做错事了。哟，你做错什么事儿了？给哥说说啊。就是上次帮你打卡啊，被同事看见了，然后他们就告诉周总了，周总就叫我走人了。就凭咱俩这么多年的关系，我给你的绝对是最低最低的价格啊，而且别人拿不到，明白吗？像这种，朴总，这样，今天咱们对，咱们下回再说，好吧？啊，改天详聊。我也有事儿。哎，朴总，慢走啊！小刘，好好送朴总。您这100年不来公司一趟，来一趟别给我找麻烦，行吗？我看出来了。这全公司上下呀，就您一个人不知道，前台那个小姑娘是我的人，人家刚毕业，第二又是外地来的，你把她辞退了，你让她去哪儿找工作去？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打着苦情牌，前台的工作满世界不难找，可是她特有工作能力，而且非常有礼貌，每次见我都强哥强哥的。哎呦喂，强哥，您知道她为什么被辞吗？知道。不就是帮我打了几次卡吗？怎么了？咱先把这打卡的事放一边不提了，行吗？我问你，刚才仓库和会计可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动用了500箱超市特供酒，这一进一出，你把差价给赚了，我没冤枉你吧？没有。行，现在这事儿出来了啊，全公司上上下下都在看着我，这就得有人负责吧？啊，要不是看在冯总的面子，第一个开的就是我。周哥，您谁的面子也不用看了。这样好不好？你把前台那个小姑娘留下。我走。哎，你强哥，就凭你叫我这声强哥，我也不能让你走。去洗把脸，把眼泪擦干，不用走了。真的？我就说嘛，肯定强哥厉害。强哥以后还跟你混。也不用了。说什么来着？是男子汉，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来，你可以的，起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好样的，来，使劲，好样的，哎，来，大家给他鼓鼓掌，好不好？真棒，好样的，嗯，这就对了，懂了吗？来，咱们一起踢，好不好？哎，走喽，小心。好球。传球了啊！我们这边，来来来。
是比小琴他爸爸强。老妈，这种实话千万别告诉老爸。大奶，哎，新调这单位怎么样啊？我听你说呀，有的时候这个新人要到我新单位去，那老人老欺负我似的。不会，您女婿是谁啊？谁敢欺负我？今天早上去开会，嗯，一开始我是有点紧张，但是一说到专业，从老板到经理，从经理到员工，全给我打一仗，而且最后那项目都归我负责。哎呦，我姑爷真厉害呀！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你俩说那么热闹？说什么呢？啊，说大南呀，新到的单位啊，领导表扬他了。是吗？嗯，电话打完了。打完了？谁来的电话？你打这么半天呀？哎，就我们对门的老张，在电话里给我显摆显摆显摆，他闺女找了一个好女婿。你知道他女婿吧？啊，原来也是跟大南一样做那电子的，后来自己单干开公司了，现在挣了钱，准备到美国去生二胎的。上美国生孩子？哎呦，那得多少钱呀？那人有钱呗。大南，哎，我跟那老张的女婿说说，咱们调调工作。不用，爸，我在这儿现在，我在这儿现在干的顺风顺水的。这公司现在非常重视我。喂，数据库有问题是吧？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这个数据库有问题，有问题不听啊？啊，你不用慌，不用慌，有我呢啊，我马上就到。哎，拜拜，老妈，老爸，我得去趟公司，晚饭不用等我啊，我换件衣服。啊，我换了衣服，我赶紧走。新公司干得挺好的，你别仗着让给人调工作了。来吧，为了我们失败的人生。哎呀，大南啊，刚才你在电话里胡咧咧什么呢？家里那二老就夸别人家女婿怎么怎么好，也是学电子的，倍儿有钱，没说我的意思，但我听着心里不舒服。你来电话，赶紧跑出来！我现在惨透了，我跟你说。你惨，你有我惨的，你活该。我是被迫下岗，你是自愿辞职。哎，我说你不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是吗？今年高职高专签约率43%，本科47%，研究生只有35%。我知道。说实话，现在我有当时的冲动，也有点后悔。我当时就为了保护被我牵扯那个前台小妹妹，我才辞职的。主要是这个英雄救美，我成为习惯了。你这习惯可真好，你要是再这么习惯下去，是不是得在我家住一辈子？咱俩结婚都去你妈！哎呀，我说你俩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呢？我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？有家不能回，有儿子不能看，有老婆不能抱，嘿，就连工作也没了。你那工作算什么呀？我这工作呢，我30多岁的人了，兢兢业业干那么长时间的工作，说没没了，归零。卧薪尝胆，重新开始，你这我心里什么滋味？这个比惨的话题，我能插一句？不行，你比惨就没有资格。你一个黄金单身汉，有什么说话的权利啊？行，咱俩接着来。你知道我现在在单位天天中午吃什么吗？黄瓜炒鸡蛋。你发现没有，我都瘦了。你有个地儿领工资就不错了。那我呢？我现在辞职，冯晶晶还不知道呢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说。哎呦，你说到冯晶晶，我立刻觉得你比我惨。使点劲儿，走走。打我，累。
您真是太厉害了。世纪公司的审核结果出来了，这回又被你猜中了。世纪公司先前给另一家电子公司也做过担保，那家公司最后没有能力还款，最后破产了，老总还跳了楼。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最缺德的是世纪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人发言表态，家属也没有得到安慰，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这倒不是问题的关键，但是他们的评估值肯定不能是 A 了。是，我也觉得他们一张业内的排行表也是伪造的。我觉得这3000万的贷款没有戏了，要不我给他们打个电话。不用了，我亲自去一趟，下午我就不回来了，有什么事儿我通知你们。好。赵总，这是那天您让我做的会议记录，您过过目。其实吧，赵总，我觉得咱们这么大的公司，人才又多，咱们其实不应该走那个山寨的路，咱们应该还是搞自主研发、自主创新。您看，我虽然是搞技术的，但是我在这个行业待得久了，有一定经验，而且对市场呢也有一二分的把握。我以前在星通，我在星通干了10年，虽然是我是助理工程师，但是我在公司的绩效一直名列前茅，而且吧，我还有专利，这专利是我的。赵总，我其实就是想争取一下我自己的机会。机会是我给你的，不是你争取的。这年月找工作，狼多肉少，先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水平。我有的挑，你没得挑。哎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崔主任，这年月找贷款是狼多肉少，我可以挑，你能不能挑我就不知道了。赵总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由于你们公司的不良业绩，根据规定，我们没有办法向你们发放贷款。哎，这，哎，崔主管，哎，崔主管，崔主管。你别走啊！气出了吗？通体舒畅。晚上我跟孙强请你吃顿饭，让你撒撒气。算了吧，今儿我还是早点回家吧。我得跟小婷说一声，她又没工作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免费的晚餐都不吃了，你是不是让人给气糊涂了？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有一小本儿，把你跟强欠我的饭都记了，你们俩慢慢还呗。送回家。不顺路啊，最多给你放在地铁口。那你就不顺路送回家。喂，漏水？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真送不了你了。什么人啊？没什么问题。那咱明天就签了吧。明天恐怕不行，过几天吧。我知道了。其实很多事情啊，是我处理的不好，我这有问题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制度上的问题。制度？你说考勤吧。其实考勤这都是小事，这跟考勤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财务上的问题，别担心啊。财务，我知道了，您是说那500箱酒吧？其实这价格没对上啊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我真的不在乎，你知道吗？什么500箱酒啊？冯总，您开我玩笑是吧？其实那天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啊，我那也是无心当中啊，就多这么一嘴问了孙强一句，但是呢，我当时也是苦苦挽留啊。您想啊，这么多年您对我们公司那帮助可是海了去了，我开水也不能开孙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
非要辞职，您说让我有什么办法？三强辞职了是吗？儿子，老爸刚客户那儿出来，一会儿咱们见面了啊。什么模型啊？哎呀，没问题，你等老爸把这单生意做完了以后，一整套模型我全给你买了啊。哎，好嘞，宝贝儿，拜拜。我孙子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，你看不见，你想死你别拉着我好不好？哎，大哥对不起，大哥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行吗？你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吉普车你撞我，你看，都破相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办吧？我真没看见，孩子吵着去喝水，我一探头，哎，大哥您大人有大量。怎么办吧？大哥怎么办？真没钱啊。你没钱，赶紧跑啊！谢谢大哥，快跑吧！谢谢大哥。多给我铲几圈啊！见过蹭药的，还真没见过蹭纱布的。嘿，长见识吧？哎，你叫范琳琳是吧？琳琳这名字蛮好听的。好嘞，谢谢琳琳。证明你已经原谅我了，对吗？谁原谅你了？我来看你，纯属因为可怜你。你知道你已经原谅我了。干嘛呀？这医院别拉拉扯扯的。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人小北真没有任何关系。他呀，跟一个广东老刘快结婚了，而且人家广东老也是高富帅。不信，改天我把他俩约出来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，好不好嘛？别生我气了，你看我都这样了。嗯。还有呢？还有。我发誓，我诅咒跪搓板，我写血书哪样都行，全都上。好的。还有洗菜、刷碗、跪下空气。好嘞。行，那你在这儿继续养伤吧。我还以为今天你能回家看奥特呢。谢谢老婆不杀之恩。你都这样了，还能去吗？没事，孩子要紧，走吧，他不能去了父爱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快走啊，老婆。小弟啊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份工作我又没保住。小弟啊，你老公我在这破公司就叫龙困浅滩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老子我不干了。这不是咱家的损失，是他们的损失。损失我，他们等于损失了比尔盖茨，损失一乔布斯。
昨天怎么这么早回家？下午没课，同事让我回来休息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哎，老婆，我以后可以天天这么早。我把那破公司辞了。太好了，老公，你终于辞职了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你在这上班之后，你每天回到家，你话也比以前少了，你吃的也没以前多了。你最近休息也不好吧？你看你这小脸瘦的，我都心疼死了。你不生气？你再不辞职，我就该生气了。善解人意的老公。老公，那咱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？咱出去吃西餐呢。我觉得我可以买条鱼，亲自掌勺给你做。嗯，我做的鱼多好，走回家了。我们联系不上王小姐，她登记的紧急联系人呢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。可是楼下已经发水灾了，我们得马上进屋修理。到时候回头您给我们做个证。好，我能理解。谢谢。慢点，小心脚下。泼水，上回来啊，我就说给他换水管，结果他说着急上班，让我简单修一下就完了，这不出大事了。要不您先在外边等会儿我吧，这水实在太多了。黑暗中被寂寞占领的房间，一个人要冷清清淡淡，看不见或许比较容易怀念，至少我可以慢慢习惯。能不能请多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没有你想象中不堪。黑眼圈或许只是一种纪念，在某年某天成熟之前，我说的我不会有。居然把客人当成服务员。抓不住温暖，我能在。我是企业客户部的副主管，我叫崔振。啊，我得罪了 N 次的这个人，竟然是我的顶头上司。本命年明明已经过去了，怎么还扔到了？反正彼此的情衷。好吧，我必须承认，男人认真工作的时候的确很有魅力，哪怕他是我的同代上司。所谓的幸福要穿几个弯。今天我们在同一张床上醒来，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有点可惜。那天晚上我们奔跑在这座城市，我们为了共同的责任奔跑再奔跑，心脏跳得好快，不是因为奔跑，而是因为他就在我的身边。我好想这辈子都陪在他身边。我爱他。我说的我何必什么是对的事。我等你。我不想等。没想到你在跟我赤裸裸的谈论比交易。对不起，那天晚上。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，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收起你一切。才能。